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哇，这个尾巴垂降哎、欸！借我拉一下 ，Tarico，Lucky 来 ，Lucky 我来了，我要怎么过去啊 ？Lucky 借我一下你的尾巴，好，可以的，应该是摔不死吧？啊，原来可以利用他的尾巴到下一层楼去，咱们的 Lucky 睡觉了，来，跳过来。哎呀，抱歉啦。好啦，我是一个有拥有王的资质的男人，不用惊讶啊，有王的资质。好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跳。干，我按错键。我突然觉得我过了一世纪这么久才来到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要怎么过啊？既然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好歹也给个指示吧，这里是吧？看起来也不像啊。啊，我的盾牌，我的那个，原来在这里，我的那个盾牌也不见了啊。美国队长盾牌也不见了啊。啊，我们爬这边。哦呦，电变第一人称呢、欸？是要怎样？突然东西跑出来吓我是吧 ？Derek，Derek。我记得有一个功能是翻滚是吧？速度会变快啊？还是我的错觉？哎呦，好了，有动画了。对，这样。哎呦，有盔甲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动，他绝对会动。在那的盔甲士兵让我有不祥的预感。我本来还以为这游戏不会有敌人的、欸。跟那个汪达与巨像一样，结果嘞，居然有敌人了。小孩子表示害怕，我只是地下室少年啊 ，Denka，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说不要杀害我，拜托。人家是地下室少年嘞、欸，而且他是用第一人称显示的惟妙惟肖，你知道吗？有那种探险的感觉啊！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显示第一人称视角是正确的选择，让我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啊，你看左边呢，还是右边呢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？我不停的一直走。我们照走这里了。好想要忍者龟。没哒哒哒哒哒啦，卡瓦邦嘎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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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哒啦哒啦哒哒哒 ，One more time！ 哒啦啦哒啦啦哒哒哒。好，成功的走了出来，抓取，往上爬，居然是走这种排水口，从排水口爬出来。啊！我们的 Lucky 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拉板。Yeah！ 啊嘶！门开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Lucky 过来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门都打开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另外一边呢。另外一边有没有拉来？另外一边是没有拉的，但是一样也有楼梯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跳起来看一下好了。我们叫我们 Lucky 起来啊，不对，我们 Lucky 应该是目前起不来的。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，Hello，Oh my God， 你们真的动了、啊！哎呀，你们真的会动啊！怕怕的，不要抓我！哇，他们走过，不要！Oh my God！No！ 哈哈哈 ！Oh yeah, baby！ 哇，随便乱动又不好救。喂！快点！不要收服我，我不是神奇宝贝，林北不是神奇宝贝啦，林北不是神奇宝贝，滚！快点起来！No， 爸爸，他想杀我，爸爸。
我们去投靠一下我们的 Lucky 啊 ！Lucky 救命啊！有人来了 ，Lucky！ 德瑞克，救命！别再睡了，醒来了，醒来了！快点把他吃掉 ，Lucky！ 把他吃掉，把他吃掉！快点，快快快，杀他！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碎啦，直接咬烂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敢欺负我？拜托，我叫 Lucky 咬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二邻居，哇，抓一下爆掉了！啊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不起啊，不起啊！就派你啊你，叫你派！好了，可以了 ，Lucky。哎呦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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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把我甩到死？我靠，你这个甩！野月亢奋。我的天啊！阿提亚吉克伊诺图克亚诺克提阿斯图阿古特里库诺阿维兹。这个很凶，这个很凶。我看一下这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？答案是没有的。好了啦，你已经咬死他了啦。好了，他把我手上拿的东西拨走了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他不肯过来、欸。我要怎么摸摸他、啊？哎、欸，他不想让我靠近哎、欸！他在这想干嘛啦？一直往后跳是怎样？抚摸，抚摸，抚摸，抚摸他，抚摸他啊！受惊吓，一手，一手，乖乖乖。乖乖乖乖乖！啊，好了好的好了，不要不要不要凶不要凶，好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好，一塞一塞，一塞一塞，哎，乖乖乖狗狗，嗯，我们。安抚了一下他的情绪，啊，变超乖了，你看好可爱啊、喔！这狗真的超可爱的、欸，我想养一只，我家里有，我家里可不可以养啊？我们已经把门给打开了，是吧 ？What the hell？ 你这个小笨狗，哦，这是卡住的意思吗？重点是他在这里，他也出不去啊！现在看就看我 ，Hello， 超可爱的，该不会是爬那里吧？好，果然如此，真的要爬这里。好的，慢慢来，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。哦呦喂啊，掌控之中啊！好了 ，Lucky 不要激动。我来了，我来了 ，Lucky 不要激动哦，只要把这拉下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哎呦喂呀，很难操作。好，在这些地方，我们 jump 拉，有什么东西打开了？有东西掉下来了，但是。没有什么东西的样子哎，就是往上爬。好，那我们往上爬吧。哦耶！啊，我们家的那只 Lucky 就被困在下面了，那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。喂！这里有什么东西？哇，有蝴蝶，超美丽，太美丽，太美丽。
好，有一个这个又鸟笼的东西，又是这个东西了，这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啊？啊，这就是这个的上面啦、啊！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那我要做，我要怎么做啊？叫他从这边跳上来，叫他从这边跳上来，他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吧？有、他听到了，他听到了，他过来了。Lucky 来，快点跳上来，你行的。亚弟队，来，三二一，喂，会死人啊！世界大战啊！可爱的狗狗上来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哦，他超开心的，不知道他可以兴奋什么东西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哇，他展开翅膀，他跳了。呜呼呼！再一次，耶！啊，来到这里了。摸摸你，超乖的。嗯，这不愧是我们的狗狗儿。好了。他带我们掉到这边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哎呦喂啊！这里的话，这里没有洞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在干嘛、啊？你是看到什么啊？我知道了，里面有你要的食物，对不对？来。干嘛？不可思议的气味。我搬得动吗？他喜欢这个气味哦、喔，把他拉到中间好了。好，我决定拉到这里，上面都是气体。这么不起眼的东西！居然是可以抓的，真是受不了哎、欸！我这边卡了将近20分钟，你知道吗？我卡20分哎、欸，你说怎么办？居然那个藤蔓可以抓，哎，卡在贡嘞！那藤蔓看起来就像是没什么屁用的一个物件啊！我卡20分钟，好，没关系啊。是我太笨了，好不好？当我太笨了，我的天啊！我上来了，然后呢？从这边跳下去吗？好，从这里下去，下来咯，往下爬，充满这种淡蓝色的青光啊！好了，我们终于上来这该死的鬼地方了，然后呢，把它关掉。啊！空白键吧。啊，有了，关起来了。你休想再给我闻这个烂东西，把你的头给说出来。我们要办正事了，知道吗？办正事啊，快点！哇，我居然看到他的扩约机，嗯，还蛮清楚的。亚迪顿。好了，之后呢？我们要做什么？干嘛啦？我要爬这里。等一下，这家伙居然跳上来了。那为什么没有带我一起跳呢？好了，我看到你的尾巴了，不要叫。来。嘿，跳吧！三、二、一 ，jump！ 啊，跳啊！好吧，一定要我爬上去你才肯跳是吧？你不觉得它的尾巴看起来像是一坨大便吗？长长的一条。原来是一个平台啊！谢谢，我懂了。哇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会死人。没人跟你开玩笑。我上来了，终于啊！呜
你马卡小心一点。你知道你的主人是很脆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应该还要再投靠他跳上去了。快点，再跳一波。有了，他应该准备要跳了。哇！すごいね。すごいすごい。再往下，再往下。碎啦。Lucky 真乖，给你摸一下。一个一个。一个一个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就没看过嘞，让他再跳一次好了。哇哦，哇哦，这是新的地区耶，这边的楼梯可以往上走。这里是什么啊？好，我可以下来了。让我下去。呜，哦，玩水嘞！你是有多热啊？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还以为你怕水呢。天气太热了啊，他需要好好的消暑一下。看你非常的开心，哇，应该会甩毛哦。还在看，还在叫。哎，那边有一只 ，Oh my god！ 那边有一只同类。长得好像老鼠啊，跟我们的很像，有没有？我靠，原来这个食人巨鹰不止一只哦，不止一只哎、欸，原来还有第二只啊、哦，太让我意外了吧，好意外啊、哦！先让我上来，哎呀，我上来，我上来了，我们先往这里走看看好了。OK 的。哎呦喂啊，超级危险！哦 ，Holy shit！ 居然没有摔死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！ 摔不死的男人，干嘛啦？没看过从上面摔下来摔不死的人是吧？哎、欸、啊，我已经按叉叉要往下走了，你在干什么啦？有事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是很有事哎、欸，这家伙。啊！死掉了啊！好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啦！我受不了啦！我要直接直冲大门了，我不管了。什么鬼游戏啊？我们看一下大门到底有什么东西。这里有什么？看来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感觉就像是一个。什么平台之类的吧。各种平台，那边的话应该是爬不过去的吧。好的，请你跳。哦，没有，他是带我上二楼。可是我感觉他想要跳的意思，哎。等一下再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跳，等一下再跳。哦，他好像没有要跳的意思。我看一下要怎么走哈。嗯，可以转那个地方吗？他完全不想鸟我哎。好吧，那我只能走这里了。乖。一塞一塞。啊，我来了。Jump， 哦，这个有你的最爱哦。哎，好久没有拿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了。呜、哦，现在看到眼睛都发亮了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他在稳了。三、二、一 ，on， 乖 ，good dog， good dog，
Good dog, good dog， 你最乖了。好，那边是我们之前把它推下来破掉的玻璃片吗？欸、不是哎、欸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是可以往下走，这是看风景用的。好的，啊，放手，笨小孩。啊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哇，踩到这玻璃不会受伤吗？拉下来。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哎呦喂啊！又重伤，又重伤了。要跳都不说一声的，你看这么过分。没路了，这边。哎呦喂啊！绿色的一滩，小笨狗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一坨大绿绿是什么，然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蓝色的门完全看没有，它跳过来，哇，有士兵 ！Oh my god， 那士兵抽丢了什么烂长矛啊？打啦！救命！哎、欸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哎、欸。Taco， 救命啊 ！Taco，Lucky，Lucky 救我 ，Lucky 救我，打爆他！是，就是这样，没有错。好了啊，还有一只在后面，还有一只拿长矛在后面啊，没有看错了。我要插到我们家那一只，打啦！抓死他！碎！还有吗？没了没了，安抚一下，安抚一下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很痛，我帮你拔。阿吉阿吉，阿希诺希卡瓦卡，野兔伊诺罗库塔，奥托里库诺，尤雷达。等一下再拔好了。我们先安抚他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他自己吃东西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安抚完毕了，他自己吃了。我们来拔刺。哎呀！啊，帮你拔刺了。你很乖，你很乖，快过来一点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，就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太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动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，这是我们的 good boy，good dog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，嗯，没有什么，哦呦喂啊，走这里下去。跳！哇，第一次到这里耶，我们可能要打开这个门，让那一只狗进来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妈妈！妈妈！救命啊！妈妈！妈妈！快跑啊！妈妈！你这个门还不开，完了，死定了！哎呀，出来了！打啦，快点！嘿嘿嘿，有人乱甩，哎、欸，他把我送走了。哦，差一点呢、欸，差点就把我送走，原来是传送门啊！打啦，快点！哇、哦，我什么都看不见啊，你凶狠啊！快点，搞死他！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干得好！哎、啊，好好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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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每打完一场都还要安抚一次，你看多麻烦。原来那个蓝色的门是要把我带走，寂寞的恐怖啊！怕怕的，还想伤害我。嗯，他应该跳上去才对。干嘛啦？跳啊！啊，跳上来，跳上来了，跳上来，跳上来了，继续跟着我走。一个，
一龟哦，快点过来一龟哦。他看起来一直很害怕。哎呦，好多长矛，这怎么回事 ？Oh my god！ 哦，孔明的陷阱。What the？ 嗯，门关下来了，我们该如何抉择呢？算不敢了，先爬这里再说。这边应该有什么开关可以把那个铁门拉下来吧？不是拉上来，应该在这里，应该在这里。啊，经过我这个深思熟虑的这个思考，果然果不其然的没有错。往后拉，拯救我们的巨婴哥，太好了！好了，拉起来了，放开。这边，这边。